特色，就是我们将近有110位艺师来参展，那那个艺桌这边有大概有108位，那上面的舞台上有挂种的部分。那我们这一次特展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说很多艺师参加，啊，我们挂轴有把老师的一个基本介绍，然后都放在上面。那这挂轴的部分，就是说我们从年纪最长的最前面到最后面，好，啊，这次很特别的，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大概将近30几位新的艺师，年轻一代的，好，加入我们这个工艺展。那我们是希望就是借由这样子的展出，然后有一个工艺的传承。